回答这位网友提问：大米粥如何快速增稠？那必是科技与狠活啊，哥们儿！黄圆角吗？给我来一袋。还有那个爱家记再来一袋。这两天我嫌头发多了，我要打打薄。哎，上科技纯纯的了，黄圆角五克。哎呀妈，这小芯片一看就是碴子啊！因为黄圆角有很强的亲水性，所以我们要和其他调料混合。白砂糖、食用盐、小长粒味精，哎呀妈呀，毛发吃光光，油油晃油，锅里面加两斤自来水，大米饭团，你看飞哥吃大米饭都是科技版的啊，染色大米，哎呀妈，叫老黄啊！先把大米饭团煮散。今天做的是皮蛋瘦肉粥，下入焯好水的瘦肉、皮蛋，搅拌均匀，锅边开始冒热气，下入黄圆椒。再次搅拌均匀。哎呦妈，这亲水性这么强啊，哥们儿，那我的盐和糖放少了呀，我小瞧你了，你劲儿挺大呀，哥们儿。那你得老冲啊你。我的妈，嘎嘎黏糊啊，这像大力胶似的。一口温暖入味，嗯，两口还不错。